话，你们把那个脚活动一下，活动一下，别伤到脸了。做一下吊球先，这样打的，就是说一个人在这边练多球，然后剩下的三个人呢做一下吊球在后场，两个人帮他跳，两个人帮他跳，一个人吊两个点，吊球找到感觉。现在上，是一个人两个人在前面吗？一个人在后面吊吗？前面两个人帮他跳吗？有队友对啊，好，谁先刷线？你刷线，做杀手还是杀手？武器。双打老板娘就上车了，我给你拿出没练过，你看一下。先看一下，不要啊？没有没有，你就说我这边只可以给一个人发球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其他三个人这边做吊球了。那另外一个人呢？
啊，对啊。还是一样啊，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吊起来。来，吊起来。对，这样更有意思。